Hello，大家好。最后一刻哈，终于最后一刻终于拉上来了，加油加油！哦，机器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，要到时候要微调了哈。还好，我们还有十几分钟可以拍哈。今天的日落时间是5:54了哈，那现在是5:42，所以我们还有12分钟可以拍。好，感谢了哈，最后一刻终于哈动起来了哈。刚刚已经准备打算东西收一收要走了哈，然后我又看好像在动了哈，然后看一下。落日时间哦，还可以飞一下。林天顺鸟 ，YUSIAN 鸟，对啊，那可能到时候机器也要检查一下。哦，不过总算哦有惊无险的哈，把它吊起来了，最后哈，最后关头了哈。今天这个整个钓的过程感觉就相对的有点慢哦。还好了哈，我们也是坚守到最后一刻哈。本来要离开的，后来想一想，看到那洞，哦，东西还是哈，飞机再抽出来，继续摆下去哈。明俊鸟，天黑拍到天亮，哦，又拍到天黑，哦，今天也是拍，应该有12个小时哦。
哦，辛苦了这些工作人员哦，像他碗吊上来，他们那个哦，先固定的部分也是要先做哦。一般的例行公事哦，该做的也是要先做完才能。哦，你这个角度看起来应该是已经到位了哦，那最后还应该还会做一下那个校正哈，微调的工作哈，但至少哦，还是最后关头还是把它吊上来了。哦，还好我刚刚很不甘心说要这样，哦，还没有看到它吊完成我就离开哈，你，哦，有一点不甘心了哈，哦，不想放手，哎，因为我在收东西的时候看，哎，又动了哈，哦，还好，立马哈，哦，把飞机抽出来继续升空了哈，哦，终于捕捉到这个。哦，完美哈，哦，完美的结局了哈，哦，不是结局了哈，哦，把今天这个最后的哈，哦，这个画面捕捉到了哈，哦。OK OK， 开始校正了哈，哦，谢谢大家，哦，感谢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了哈，哦，最后终于克服难关了哈，哦，然后我们看到这个。哦，灌浆的哈，哦，塔吊灌浆持续还是在灌哈，哦，这个也是很辛苦哈，哦，都很辛苦了哈，哦，所以我觉得我，哦，拍这个给大家看是非常值得哈，哦，告诉大家说，哦，台湾在做事情哈，哦，就是有这种坚持不懈哈，哦，继续奋斗的这种精神。哦，这个是今天塔吊灌浆哈，还持续在吊灌当中了哈。那这边哎，欸，我看他好像真的在切呢。哦，过几天看这边后面这边的结果就知道哈。哦，5:50，剩下4分钟，哈。
再看一次。喵喵，看到我就躲。OK， 到位了哈，开始。最后的定位校正哈。我这以后这个淡江大桥这个夜景应该也是非常迷人哦。OK， 最后哈，终于让我们拍到完美的画面，谢谢大家。坚持到底了哈。天顺了。YUSIA 了，明见了 ，CHURAYMOND 了，尾顺了 ，JC 了 ，YANGHU 了，对啊，刚好下来的时候刚好5:54了哈，下来的时候是5:53了哈，洋洋生活记事了，谢谢你。肖永林了，陈宏杰了 ，CHIH 了，0138了 ，Philip Young 了，郭良好了，陈安娜了。哦，还好让我坚持到最后哈，有拍到 ，CHIH， 谢谢大家哈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